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Q 奇，欢迎来到 Q 奇的大贩售影片啦。然后这一期的贩售风格呢，会有一点朝向日本加韩国可爱系列的类型。那要购买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到我的 IG 以及虾皮上购买哟。虾皮的开售时间会在今晚的8:30，到了时间 Q 奇会把所有的价钱给改掉，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款式给加进购物车，到了时间再下单。所有跟 Q 奇购买史莱姆的顾客们都可以得到一瓶硼砂水。然后如果你是土豪的话，购买到120令吉以上就可以获得到这个小福包。这小福包里面呢，赠送了很多很可爱的东西，有赠送史莱姆、硼砂水、卡片、起泡贴，还有一张刮刮乐。这一张刮刮乐只限前20名的幸运宝宝能够得到，然后开奖的时间会在几个星期后，我在 IG 上公布。除了贩售史莱姆以外 ，Q 奇也有贩售起泡贴、甘油还有硼砂水，大家都可以在 Q 奇的虾皮购买。首先呢是这一款卡比星的草莓，这一款呢是在全场最便宜的史莱姆。这个呢我有卖，就是没有杯子跟有杯子，如果没有杯子的话是2块钱，有杯子的话是3块钱，还有里面有粒粒。这一款的味道呢是草莓棒棒糖的味道哦。半起泡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装进蛋糕的小杯子里，加上一些些的少女心粒粒。现在呢我就来开始介绍透明系列的类型吧。首先是这款糖果贩卖机，这个超级无敌的可爱。然后挂饰类型的话都是给不同的，有可能你会得到的是配件，然后款式都是随机发货的。柠檬水这款的包装呢，会朝向有一点复古的类型系列。这款在这次的贩售只有贩售20多盒，所以大家赶快来抢购吧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它好像玻璃脆糖的感觉。冰桃脆皮这一款史莱姆会比较特别啦，那个透态就是跟别的史莱姆味道是不同的。这一款的味道是桃子水的味道，然后也用玻璃瓶来装置这个史莱姆。北极光，许多人的愿望是这一生都会看到北极光。这一款单靠颜值就赢完了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它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一款的包装盒也是使用玻璃来装置，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比较高贵一些。大阪的小熊软糖，这个小熊软糖就在上一批的时候我就是有贩售过，可是之前贩售的是比较小盒的120毫升，这次直接提升到300毫升。最后一款的透态是海底世界，海底世界装的是150毫升的盒子，这款也是颜值爆表的史莱姆，里面就是含有贝壳，还有一些些的小珠子。这次的起泡胶会出比较多的款式，那 Q 奇现在就来介绍起泡胶的部分吧。首先是这款福山冰糖，福山冰糖的设计，它的颜色和盒子都是搭配一起的，然后从盒子倒出来就好像一座山的感觉。味道方面呢是淡淡的茉莉花香味，这款的质地也非常的浓厚。起泡量高达1000到2000毫升以上。起泡霸人王又回归啦，这款我非常推荐大家购买，真的是太美了。
它虽然是使用普通的港盒来装，可是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然后这款也是有两种款式，一种是彩虹的，一种是蓝色加粉色的起泡胶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虾皮自己选款式。而且这款的起泡量也非常的大，喜欢起泡胶的朋友都可以选择这一款。牛头木工这款呢是使用美国的白胶所制作的史莱姆，可是只是18仙，然后因为真是太贵了，美国的白胶。这款质地也一样非常浓厚和光滑，起泡量呢是可以达到10倍以上的效果。草莓牛奶，喜欢草莓牛奶的朋友们不要再错过这一款啦。这一次的草莓牛奶的颜色方面呢会比较特别一些，是有点带红色的。不要看这个盒子小小盒，它可以装130毫升的史莱姆。香蕉牛奶这款呢是 Q 奇挺推荐大家购买的一款，因为这个呢质地方面然后起泡方面都非常强，它的质地会比较像上一次的乳酸菌牛奶的质地，可是这个会比较浓厚一些，味道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就是泡泡糖加香蕉的味道。美国棉花糖里面呢就包含一包的棉花糖史莱姆、海外的雪粉还有叉子。这个雪粉是来自美国的雪粉，加进去史莱姆里面呢，它就会变成一款雪糕泥。卡通棉花糖这款太可爱了，不管是它的贴纸还是它的盒子都完全搭配到超级可爱。这个呢有两种款式，一种是原味的，一个是蜜桃的香味。小熊巧克力，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们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款，它的香味超级无敌的香，浓浓的巧克力味，然后上面也是有一些巧克力的补充物。限量版本的新鲜牛乳，这一次的包装改成为复古系列的类型，香香甜甜的牛奶味，再加上这个包装盒是玻璃的，光滑的质地，我非常推荐大家购买这一款。猫烤酸奶，这个我就不介绍多了，因为这一款呢已经贩售过很多次。这次的猫烤酸奶味道会比较浓厚一些，因为就是有顾客跟我说，哎 ，Q 奇你可以加浓一点那味道吗？好吧，我就加浓浓的酸奶味。自制弹珠汽水，这个呢就有5种款式，可是这一款呢就只是有30多的数量而已，所以大家赶快就来抢购。里面呢就是有赠送起泡贴、搅拌棒，还有硼砂水。首先我们先拿出一个碗，然后倒入我们的胶水，之后呢就用这个碰碰来一点一点的加入硼砂水、巴精还有搅拌的过程，就这样子成型啦。3月14号今天就是情人节，身为单身狗的我缺少不了单身狗盘。单身狗的碗看起来好像很可怜，可是一打开超级无敌的可爱，里面呢就是我赠送一只布丁狗，还有史莱姆跟起泡贴。单身狗的碗是随机发货啦，可是里面的款式是可以选择的。这一款的质地也非常的好，它就是比较属于光滑的类型，然后起泡量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的。